咱昆山国考的师傅，哦，这学生啊，他伫考国考主任的率领之下吼，来遮追求红光爷吼，保庇阮身体健康，哦，阮的功课吼进步，啊，阮的规矩吼会足乖吼，拢会听老师的话，啊，以后大汉吼，人缘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做工课足勤俭。啊，对社会有贡献吼，啊，请洪公爷吼，把阮这囡仔吼保庇吼，咱这拢是咱进来准备吼，啊，今仔日诶，我一定会做做咱表演吼，表演到足精彩，啊，请洪公爷吼，就把阮照顾安尼吼，来拜，再拜，三拜。他自己心里面有什么话，有什么愿望要跟像那个广那个广广会那个广会圣王哈，好、哦哦、要跟他说的，来自己说啊、哦，自己有什么愿望的哈、哦，跟广会圣王说。啊，那手表手还是合掌哈、哦，那广会圣王哈、哦，回去哈、哦、可以查一下，他是东晋时代哈的丞相谢安哦，谢丞相哦，哦。他率领的八万人的军队哦，抵抗那个蛮族百万大军哦，哎，那我们中原文化哦，免于被消灭，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么丰富的中国文化哦，哎，他的贡献非常大，啊，所以他过世以后，我们就祭拜他当神灵哦，啊，尤其是我们这附近，他是最早建造的庙宇，哦，所以。他是祖庙啦齁，阿穗来拜他齁、哦、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哦齁、哦、来你说好、哦、谢圣王谢圣王哎啊我们老师小时候我们都叫他洪公爷齁、哦、因为他死后是被封为晋封为王、哦、所以我们都叫他洪公爷齁、哦、啊有的人喜欢叫他谢尊王都可以齁、哦、好啦你的愿望许好了没？许好了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好好表演哈、哦，哎、啊，表演给洪公爷看哈，他会保佑你的愿望达成哦哈、哦。好，那个右手边那个叫做谢武元帅哈、哦，他是谢安丞相的侄子，叫谢玄。那等一下，这边哈，那谢玄哦是前国谋哈。八万大军就他训练的哈，所以也是非常有功劳的哈。哎，然后一般都有配饰的神明嘛哈。刚有人说，那这边配饰的是祝生娘娘哈，还有说一边祝生娘娘是女生，还有说这边是男生，有时候是保生大帝哈，啊这边是谢谢哈。所以以后进去庙宇哈，你就可以看他神明的配置哈，哎那个都是有学问的。哦，哎，那个有没有听到那个永成的问题？好问题哦，啊不是广会圣王，啊里面怎么两个神明？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没有啦，两个都是啦，不是啊，是这样子，那个神像哦，不同年代就有些信徒哦，就雕塑了不同的神像放上去，他们都上面的都是广会圣王。但是有的是200年前雕塑的，还有的是100年前哈，哎，然后呢，也就是说他的本尊跟分身，哦，他有时候有些信众哦，家里面如果有大事哦，会引用他的分身去家里面去住个一个月三个月哈，然后再给他送回来，哦，那个福气就带去他家哈，所以那个都是同一尊神明，但是不同年代雕塑的。它有本尊跟分身，不是不同，不是两个人嘛，都是一样的。来，我们今天要做本身昆山国小，昆山都是哈，有个老杜施文，王文敏，老杜王文敏，一起跟施老师施文敏施老师。今年昆山都是50岁，来请起来掌声的过来者，三星送礼。
好，那个我们分享的江西哈。